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采访的是一对目前话题非常火红的那个兄妹档哦，他们是友友跟美美，那两位做个简单自我介绍吧，友友先好了。Hello， 我是陈友友。我是陈美美。我们昨天已经打过第一轮跟第二轮的比赛了嘛，那我们来访问一下两位选手，你们昨天的 game 你们打得怎么样？我们先从美美开始好了，昨天的有印象中你觉得你自己表现得怎么样？我没有打得那么好，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没有很喘，但是在努力。所以是对手没有让你喘到的意思吗？对，但是自己也没有打得很好。哦 ，OK， 但你昨天都晋级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昨天输掉了。对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友友这边呢？我也输了，所以没晋级。不过友友，我知道你昨天跟宏瑞那一场打得非常的精彩，是一场五盘大战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你中间有一度觉得就是可能想放弃了吗？还是你觉得你一定要赢下来？因为都各赢一局嘛，所以就但是最后一局也是拼了。哦、OK， 你们两个上一次就在前一个比赛好像打到已经有交手过了。对对对。所以你算是有熟悉他的球路了吗？也没有啊，就打一次对。OK， 好，那对于今天第二轮，就是第二天的赛事，那你们两个应该都会在那个，友友，你这边还有比赛吗？还有。啊，对，你在那个就是败部的比赛，然后美美这边也是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对败部的比赛有没有一些企图心，要拿败部的冠军之类的？没有，就放松的去打吧。放松的去打，别太紧张。啊，美美呢？没有。那我问一下，因为你们两位都是从美国回来度假嘛？加拿大。哦，加拿大回来度假。Sorry， 加拿大。然后那你们现在在台湾这边，你们平常训练的场地，或是跟哪一群人训练？台大跟新武台比较多。哦，台大跟新武台。那你们在加拿大的时候，你们是每天都在练球？基本上比较长。哦，基本上。OK， 好，那就祝两位今天比赛顺利喽。好，谢谢哦。谢谢。